这才八个月，脾气也太大了。这一天天啊，鼻子脸都红了，喊妈妈呢。你们家的宝宝是不是也这么馋？整整一个月，好不容易断奶成功了，又因为看我们吃肉肉又急哭了。这才八个月，吃肉肉会不会太早了？想吃肉肉了，你看那口水撒撒掉。因为我们家老二现在八个月了，一个月能吃八罐奶粉，所以就不想那么早给他吃肉，怕他长得太超标了。都是他奶奶惯的。嗯，哎，奶奶都养了，奶奶带你扑扑啥的呀？你说话归说话，这个拿来，你干什么呢？够。哪里？我告诉你，说实话，像我妈这种惯小孩的有点太少了。我小时候你咋不惯着我呢？还用高跟鞋踢的，你自己看看小孩让你惯成什么样子呢？给你家孙女量个身高哈，80，看见没有？这体重22斤，到现在不会翻身。我走着，抱抱抱，快让让抱，哎呀，当场场张开你俩吧，好喜欢。这个5岁的才106，好意思不？干什么的？生气了。现在很多家庭啊，两个孩子都长反了，我也怕我们家是这种情况。肥妞长得娇小玲珑的，姑娘长得5大3粗的。本来八个月断奶就已经很可怜了，今天既然她想吃，就给她做一点肉脯给她吃一下。那呀，中间你要疯。我有钱就带你，阿里五十啊，滚！今天给她做一个牛肉胡萝卜，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。赶紧给我们家老二盛一点，今天终于开荤了。我、好想单寡你哦。减肥就得呀，围嘴吃西餐喽！我婆婆刚才问我，她说我这个勺子洗了没有，对我这个亲妈做事一点都不放心。嗯，不好说。第一次吃肉肉，紧张了。呀，我过来，冷给人吃啊！冷有点热了。哦，那那啥玩意儿，冷出去，口水要乖乖。就是往上接。这口水傻傻的。平时我妈跟我媳妇啊都是穿一条裤子，但是她只要涉及到她的孙女哈，这两人的裤子立马就撕掉了。这急了，我就掰呀，妈妈没掉哟。俗话说得好，好饭不怕晚呐。眼子有点不细心。你看这孩子吃饭啊，三个人伺候。大哥，过年还有那个好的哈。还是结婚安排啊？不浪费吗？就是。我等到大龄减肥鼓掌呼呼。恨不得把勺子都吃了。哎呦！大花脸哦，这肯定是吃满意了。妈妈，我想吃。你想吃啥呀？我想吃果汁。果汁，让妈妈给你榨。等等榨啊！其实我们家肥牛平时是不喜欢吃这些东西的，但是只要是他，赶紧喂！你看给人急的，就是把狼俩。车顶懂着呢，头懂鸡朋友的，只要是看我们家老二吃，他就想要。你看他嚼，乖啊。乖啊，咱是女孩子，得文静一点。你看这待遇，这不都是你管的吗？对呀、你不经常喜欢抱着吗？我管抱着脚吃，没事没事给我搞你。啊的，你少吃点啊个。妈，啊吃不饱饱哪个东西啊？长不大啥东西啊？不大啥不好啊？眼泪饱眼还没忘吃呢。我们家肥牛一周岁也没有这个饭量。这已经见底了。是不是减肥的人都这样？我希望闻到老二的米花真的是太香了，有点忍不住了，去拿减肥果汁喝了。这打出来能好喝吗？减肥嘛，不要那么挑嘴。我感觉我都给你喝不下去。人家医生说了，减肥只可以吃西红柿和黄瓜，别的不能吃。上瘾啊！也不知道我这个月到底能瘦几斤。最低10斤。那你啊，黑暗料理。哎，这杯给谁的？哎，我不喝，别给我，我不喝的，你自己的。给你个特写。一点都不甜。那甜就长胖了，这个果汁老牙饿了。今天不吃糖了好不好？好，就喝西瓜汁。好，得视频发誓。太敷衍了。这个味道感觉怎么样？有点美味。喝点果汁也比吃那个糖果好。对，我能不能喝一口？喝吧，倒都倒出来一点，他也喝不完，还有这么多呢。你到时候给他消灭一点。哎呦，那赖啥听不听啊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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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妈，你一下子把他的秘密说出来了，人家减肥呢，你怎么能说这话呢？活赖他的，拍视频呢，老妈。哎呀，你们家老婆婆是不是也这样，随时随地拆人家台？得气愤他。哎呀，听不听？老叫我媳妇老弟，人家装半天了都。看这架势，二的话也想尝一尝了。几个？6、9，还简直尝。是不是两个孩子吃东西都是这样，总是真的抢着要吃。等一下我喝不完的黄瓜汁给我婆婆喝，我婆婆这个腰越来越粗了，看见没有？对，扎好的。你看你这肚子啊、哦、扎好的。有什么好的辅食呀，小孩比较爱吃的，大家可以评论一下哟。我们家老二是不是有点超标了？我一说超标我婆婆就护着。哪里超标了？
张真讲的。招架你行了。不能不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再见拜拜。再见拜拜哦。还有呢点点赞。